平安，平安，谢主的恩典，咱们继续来交通。所以，那么上节课咱们查到了，世人都犯了罪，又查到罪的起源，后来查到罪，世人都犯了罪，起源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因此，这里边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死去的，是不是？死去的，还包括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人。还包括了未生的人，未出生的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未出生还没犯着罪呢？还没做出来呢？所以上帝衡量罪的标准不是按照你做出来的善恶来衡量。我们往往犯罪时的用什么衡量犯罪的？我做出来罪，这就叫罪；我没有做出来罪，不叫罪。那么上帝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未出生的孩子犯没犯罪？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都未出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的。这句话你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那你犯不犯罪呢？但多半今天衡量罪的标准是我出生以后我做什么坏事了，这就叫罪。神衡量罪的标准不是用这个衡量的，就用约，用约来定罪，用约来称义，用方舟来定生，用方舟来定死。信方舟的人就不死，在方舟以外就被淹死。神定罪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定罪标准。今天教会中间定罪都是你犯什么罪，你抽烟了，喝酒了，打麻将了，下降棋了，都为这把这当罪来定。耶稣讲一句话，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在上帝眼里无罪才叫无罪，在人眼里无罪不一定是无罪。雷锋在人眼里无罪，但有罪，是不是啊？亚伯拉罕在人眼里头，在神眼里无罪，所以因此他是义人。亚伯拉罕在人眼里有罪，雷锋在人眼里无罪。无罪的不一定无罪，有罪的不一定有罪。人以为有罪的不一定是罪，人以为无罪的不一定有，是吧？无罪，听没听清楚？听清。就看用谁的标准，神定罪他有自己的定罪标准，有那高度，有那标准，是不是啊？那他的标准是什么？以什么标准定罪？以约，对不对？但人以什么？以我出生之后是做出来的善恶这个标准来定罪。你定罪这个标准会出现错误的，听没听清楚？你定罪的标准是用你的标准，但上帝定罪标准是天上的标准，对不对？天上和地上的标准一不一样高？不一样高。所以当你定罪的时候，你用人的标准定罪就会出现错误。你回到亚当那个善恶吃完分别善恶树果那善恶眼，用这个善恶眼来定我自己有罪，你就是个罪人。要定别人有罪，你也是个罪人。上帝不让人用自己的眼睛给任意一个人来定罪，所以你定人的罪，你们的天父就要定你们的罪；你不定人的罪，你们的天父就不定你们的罪。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标准来定罪，就是错误的定罪。神定罪的标准按约来定，所以这里边说了，他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死去的，包括现在活着的，包括以后未出生的孩子。他们都犯了罪，怎么犯的罪呢？怎么犯的罪？我们看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二节，怎么犯的罪？你只要在亚当，你就是个罪人。你在亚当，不用做一件坏事，你就是罪人。因为亚当跟上帝违约了，你在这违约里拥有份。对不对？你只要是日本人，只要日本天皇投降了，你就是战败国的子民，对不对？你只要迎合了这条件，你不用你今天败，天皇失败，天皇一举手，你跟着一同举手了，是不是啊？
你还没吃，从你爸爸那身体还没弄出来，你爸爸给别人下跪，你在这里同时给别人也下跪了。能听懂我说话的意思吗？是吗？就这个意思，是不是？日本天皇一举手投降，说我投降了，无条件投降。那我告诉你，所有日本鬼都得投降，为什么？因为天皇投降了，对不对？所有人都投降了，包括那些未出生的，还在日本那些母腹里头没出生的孩子都投降了，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战败国的子民。打没打败？德国人是不是希特勒投降了？那所有的人都跟着投降，因为希特勒是德国法西斯的头目，他是个头，头完事的那就完事。那亚当是全人类的那旧造的生命的头，只要他投降了，全世界人都投；只要他犯了罪，全世界没犯罪也犯罪，没犯罪也犯罪了。所以看这二十二节，在亚当里圣人都死了。注意看这段经文啊，照样在基督里圣人也都要复活，就看你在哪里，就看你在哪里。因为只要你在亚当里，你就是死了，你做多少好事都挽回不了你这个结果，死的结果。听没听清楚？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就看在哪里。在方舟里众人都活了，不管是洁净动物不洁净动物，只要进方舟的人就活，只要在方舟以外就淹死。这里不是说做好事不做好事的问题啊，在方舟以外做好事也得淹死。那水它不管，那水火不留情啊，对不对？你在方舟以外，你说我做好事能救活你的命吗？今天有多少人不解决根源的问题？上帝设立方舟，那就是个预表，就是表明这是基督的身体。你进不进到基督里？进到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呀。耶稣说，信我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信主的人就住在方舟里头，是不是？那今天挪亚立方舟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用方舟里和方舟外断定你死活，断定你是罪人是义人。方舟里有没有洁净的动物？有没有？方舟里有没有不洁净的动物？有。那么现在断定生死不是按照洁净不洁净，洁净动物不进方舟也得死，不洁净动物进方舟也得活。只要进方舟，就在方舟里、方舟外两个地方来断定人的生死。神今天也是，就业新人你在哪里？你站在哪个里头？你站在旧约里，你就是什么？你站在新约里，你就活；你住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活；你不住在基督里就死；你住在方舟里，洪水就不淹死你。你只要在方舟以外，你使劲做好事，你死定了。你做的越多越死定了，听没听清楚啊？这就叫理，这叫什么理呢？这叫真理，这是驳不倒的理。今天人都跑哪里去？都往自我里头好好行善，我别犯罪呀，我就好能进天国呀。你不如你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到天国里，就算了吧。糊不糊涂？有的人真是糊涂啊，圣经话都在这摆着呢。没有向众人隐藏啊，就这么明显的把他话语显露出来，有的人照样是听不懂。耶稣说，你们听不懂是因为你不是我的羊，你要是我的羊就一定能听懂的，是不是？你是主的羊不是主的羊？是主的羊。既然是主的羊，听谁的声音？是主的声音。但他话就这么说的，你就这么信，这是最聪明的人。咱们现在解决的是根源的问题，从根源解决。好，黄河那根源就不好，下游呢就是浑的。长江的根源好，所以下游就是清的。听没听清楚？你要解决黄河，你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源头问题。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源头问题啊，
脑血栓了，都已经得脑血栓了，根源有问题了，他得解决肢解的问题，他不是肢解的问题呀、啊，对不对？一身火烧由心发，心已经出病了，那全身就出病了，是不是啊？心没解决，什么都能解决。所以呢，耶稣来，他是智慧之子，就解决根源的问题。亚当从根源上犯了罪了，那么耶稣来从根源上解决罪的问题。魔鬼从根源上从把亚当拉进罪里头，那么耶稣又从根源上把亚当从罪恶里拉出来。只要把亚当拉出来，全世界的人就都活了，对不对？没从根源中间拉出来，坏了。源头啊，我现在讲的就是源头。保罗也追，他追踪什么呢？追踪源头的问题。咱们今天就解决源头，看这源头你解不解决。那么在这里头提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耶稣里众人也都要活。在哪里？这里一个理，一个理，有两个理，一个是在什么？亚当里，一个是在哪里？基督里，两个理啊。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就是，是不是分你站在哪个地点啊？啊，你在哪里头了？在罪里就都死了，在义里就都什么？都活了。义里，在旧约里就都什么？在新约里就都什么？我你看。提到理的问题，你就注意了，它不是你做什么事儿，就看你站的地点对不对。我在哪里站的，你一说话就知道你在哪里，你信不信？你在亚当里说话和在基督里说话不一样，不一个口气。在肉体里和在基督里说话不一个口气。现在呢，上帝评断在哪里头？你站在亚当里，你在亚当，你在哪里头？对，你在哪里头？旧约，因为就两个约呀。整本圣经就提到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是不是啊？你在哪个约里头？你只要在亚当里，你肯定在旧约里；你只要在旧约里，你肯定在哪里头？对，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你肯定在哪里头？新约。你在新约里在哪里头？听没听清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跟那吸空气那么简单。信耶稣简不简单？你们说简不简单？都简单，太简单了。你会吸空气，你说我会喘气，你就会信耶稣，你肯定会信耶稣。有的人信的信不来，证明什么？信的费劲，信的累，证明什么？你压根就没明白，从起头就没明白。你要从起头就明白，就知道信耶稣是最轻省的。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容不容易？你麻烦证明你没信对，你不容易证明你没信对，你要容易的就证明你信对了。因为耶稣说容易啊，但你信的不容易啊，捆呢，感觉的费劲呢，走不动路了，越信越感觉到有这种捆锁感。不信耶稣还好一点，信了耶稣感觉到捆锁了。对是错？已经错了。你信主的话是信人的话，你信人的话就受捆锁，你信主的话就得释放。神今天耶稣基督来释放人的，不是捆锁人的。首先我们必须从亚当根源的罪中间得释放，好不好？罪都是从他引进来的。那么从他引进来，我就是因为他违了约了，我就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违约里头。我必须今天呢，从这约里出来，跳到另一个约里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虽然有许多人喊着我信耶稣，都喊的是空口号，根本没明白耶稣来干什么来着？
是不是？因为这里啊，向全世界人宣告了一句话，就是世人都犯罪，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你信吗？因为世人都在这个约里有份。亚当一个人犯罪了，我没从亚当里出来，我在亚当里，那我跟他一同有份了，对不对呀？亚当吃分别上树，我没跟他吃，我跟他一同有份了。好，看罗马书第五章。从十二节往下看，就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就都解决了。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上帝说我不再纪念你一岁前对你的过犯了。你肯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源、从源头那个地方断开，好不好？从源头的，别从啊什么砸烂、截断、除掉老祖宗三四代的罪。三四代的罪，你这个人一说话就在你肉体里，就在那老祖宗在那老亚当里头活着，还砸烂阶段除掉他老祖宗三四代的罪。上帝叫你除掉根源的罪，从亚当那段开始，你从哪开始了？从老祖宗三四代开始。老祖宗三四代开始，那但你老祖宗，你老祖宗的老祖宗，那还是罪人呢？你们提没提过砸烂阶段除掉老祖宗三四代的罪啊？认罪的时候给谁认？都给你这一代认。认什么？就我犯什么罪了就认罪了，是吗？今天咱们解决这个问题，看看圣经里怎么说。咱们回归圣经，如果圣经这么说的，那你就这么信，你肯定得着了，你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好，咱们看罪是怎么来的。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怎么来的？罪从哪来的？亚当来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一人入了世界，一人进入的，就从亚当。魔鬼就从亚当那个根源中间扒了一个破口，叫罪流入到人的生命中间，从一个人流进来的。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那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哪来的呢？死从哪来的？死从罪来的。咱们先看，就从这一个人找。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从罪来的。下面再看第五点，死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多少人？众人。就临到死就临到众人。找没找根源？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把这个根儿刨出来，问题就解决，这肿瘤就解决了，是不是啊？你们看没到过别人的这是手上长那个猴子油啊？油啊，那个学名叫油，咱们土名叫猴子，看没看着过？猴子分母猴子、公猴子，你别看那个东西长在头上，它有母的有公的。那手上我有的看到手上一个大猴子，上面一大群的小猴崽子，有没有？怎么来的？那小猴崽从哪来的？一个大猴子，完了之后上上上上上，转圈都是小猴子，完了这长满手都是猴子，怎么来的？下崽下卵谁下的？大猴子。大猴子。那要解决，解决猴崽子是解决大猴子的。那猴子那东西啊，它是竖着长的，全是那竖着那种东西的纤维啊，往那肉里头长的。如果不把那大猴子根出来，它天天生小猴崽子，
你的满手都是猴子，听没听明白？那是个病毒啊，这亚当就像个病毒，他已经中了病毒了，凡在亚当里头都中病毒了，听没听清楚？这屋里有煤气，凡在这屋里都得中煤气呀、啊，对不对？你不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个煤气在怎么冒，你就在这里头，是不是吸？啊，拿一个一会儿上那外面接点空气，搁这里新鲜空气，搁这嘴上吸的，别再中毒啊！你赶紧把那煤气给关了啊，从根源的地方关了。有的人不知道这个问题啊，他冒啥的，我上外面弄点空气，我要吸就行。那空气会吸了的，吸了你还得死，是不是啊？你怎么不解决根的问题？你怎么解决那标的问题呢？那叫治标不治本呐、啊。好、哦，母猴子生小猴崽子，你有没有到把母猴子给干掉？啊？你不把它干掉，它还会生的，因为它就是母的，它里边装了好多猴崽子，所以到处串串，它那像什么地龙骨似的串根的。你这山上有没有地龙骨？啊？有啊，那地龙骨你没看呢，地龙骨还有那个鬼子姜，鬼子姜地龙骨，它原来可能种这么大一小块，唰唰唰唰唰唰，串成一片，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如果没等串出，把那根儿给它消灭掉了，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有的人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什么？窜出来一个，给它割出来，割去了，第二天又长出来了，再长出来一个，再给它割去了，割第三天又长出十个，是不是？第四天又长出十个，那柳树不信你割，你割掉一个柳树头，它不是长出一个柳树枝的，而长出许多柳树枝，怎么能不叫它长呢？就从根上给它什么挖出来，听没听懂啊？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有的人不懂这个问题啊。耶稣今天来了，就告诉我们解决根源的问题。有的人听不懂啊。保罗所有的书信就是解决。保罗为什么在这追踪？他追踪什么呢？你看，他说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你不要说我没有罪，只要今天在亚当里的人，他可能先天性的就温柔，不犯罪，也不偷人家，不抢人家，不证明他没有罪。不证明他没有罪，听没听清楚？上街道上不信主的人找一个温柔的女人，能不能找到？找到了啊，很温柔啊，说话像猫似的，悄声悄气的，不从来不大声说话，这样的女的有没有？有，从来就不偷人家不抢人家的，算不等不等于她不犯罪啊？你今天衡量罪用什么标准衡量？是他偷人家抢人家就叫犯罪吗？这里边说，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连着众人了。这句话就直接宣告了，罪就从亚当的一个根源违约这个根源进来的。他违了约了，你没违约也等于违约，因为你在哪里？在哪里？日本杀中国人，日本人杀中国人，那日本国内那些姊妹没杀中国人，你也恨他，你信不信？你为什么恨他？啊，一提日本人你就恨，为什么？中国的万人坑，在中国杀中国多少人？一个万人坑几十万人进去了，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恨他？一听说日本人你就恨他。那日本人成为杀人的代表，对不对？曾经在中国这个地盘上作乱杀人，无恶不作，抢男霸女，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是不是啊？你为什么恨他？就是因为他虽然那些百姓没有出来杀，你见到他百姓，你也知道他是侵略的国家，侵略者的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是啊？霸权主义，所以因此你就恨他。
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根源，亚当。看看亚当，我现在在亚当里不在亚当，我要在亚当，我一点罪没犯，他犯的罪就是我的罪，这罪是滔天的罪行，最大的罪，你没解决。现在你去解决我，今天我犯什么罪？我打击孩子，要这感谢神、赞美神，我又犯罪了。你打孩子算什么呀？你打还不该打吗？他不听话，你打这家不行吗？圣经这样就说，不肯用杖管自己的孩子的，那是害他，是不是？那你打孩子怎么就是罪了呢？理不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有的人把这当罪了，把看一下电视把当罪了，把那打一下麻将就是罪了，把那干什么呢？眨巴一下眼睛这就罪了，把夜的今天天冷了我穿一件棉的这就罪了，都把这当罪了。但最终的问题就是亚当的问题没有解决掉。真正解决亚当罪的不多呀，一万个人中间能找出一个人就不错了。为什么耶稣说招上多选上少？为什么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了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枉然。耶稣为什么说话？为什么耶稣说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有许多人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他不知道什么是旨意，他就把自己我认为我想我觉得我感觉我的理性我的逻辑把这当神的旨意了，那是你个人的理性。撒旦魔鬼曾经都在我里头活着，现在上帝教你从一个地点跳到另一个地点，只要那地不污秽了，那么你就是个干净的人。你站在哪里？啊，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罪里，在义里，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头，在律法里，在恩典里头，在死里，在生里头，在天堂，在地狱，在神的国度里，在鬼的国度里，就看你在哪个国度里头，就看你站在哪里，在方舟里还在方舟以外。现在不看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现在就看你今天用没有信心脱离另一个，进到另一个里头，好不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这就是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的，犯没犯罪？怎么犯的？亚当犯罪，我在亚当里就犯罪了，因为众人都犯罪，罪是从一人入世，就从一人开始，解决一人的问题，就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一个人的问题没解决，你罪的问题就没解决。解决这个老虎猴子，就把小猴仔就解决了，对不对？你不解老虎猴你都没解决，你去解决那猴仔呢？他还生，是不是？一个母狮子，过去的人身上生狮子，一个母狮子能生出许多的体的，体的再孵化出来又是什么？狮子。那我现在呢？等母猴子，那个母狮子还没等生出体的，我就得把母猴、母狮子给它弄死它，对不对？清不清楚？过去那个人呢，他没有穷啊，没有衣服穿。也不换衣服，整天呢就穿那一件衣服，生不生狮子？啊，就那一件衣服。大狮子生小狮子，小狮子再生大狮子，再长成大的，大再生的，满身都是狮子。因为他那东西不对，对不对？总穿那一件衣服，它里面脏，就给狮子留下栖息地的，狮子在那里就繁殖、繁衍生息了。现在为什么没有？你上人身上找狮子，就比找什么都难，根本就看不着狮子。为什么没有呢？人总洗澡，总换衣服，总像他哪有栖息地啊？是不是？
你说在一个牢牙上，一个是活活你就生十分，生罪了，是不是？好，怎么看？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这里提到律法的问题，这就说明罪跟律法有关，对不对？要没有律法呢，他就没有罪了，是不是？有律法就有罪，是不是？那么咱们解决罪的问题呢，根源的问题就是解决律法的问题。好，往下看。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因为亚当有一条，摩西有十条，甚至613条，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对不对？什么时候死做王？从亚当到谁呢？摩西。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为什么死会做王呢？因为从亚当到摩西有没有律法？有律法死就做王。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啊？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亚当有几条？摩西有几条？啊？十条，还有613条，死做不做王？因为前面说没有律法。罪是什么？这里面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呀。那为什么从亚当到摩西罪就算罪了？因为有一条算罪，有十条算罪，有613条也算罪了，只有有律法罪才算罪。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必须是没有律法罪才不算罪，有律法罪就算罪。这说明一件事情，必须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律法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律法的问题。等下堂课了，我们这几天会交通一下关乎这方面的事情。你的罪是怎么被解决的？如果我仍然在律法下，那我这罪永远解决不了，这最关键的。上帝叫你进入约里，上帝跟你另立新约，前约是有律法的约，后约是没有律法的约，你进到哪个约里头？是进到有律法的约，还是进到无律法的约？无律法啊，无律法的约。好，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你看，我没跟亚当犯一样罪，亚当有一条律法他违犯了，我不跟他，没有跟他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什么权是什么？全是讲，是不是？我没跟他犯罪，我在他权，他有一条律法，我在亚当里头，他犯罪就等于我犯罪，所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郑重。你只要在亚当里头，他有一条律法，你就在他这一条犯律法这一条最中间有没有份呢？也都在他的权下呀，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都在他权下，所以我说全世界的人都吃分别三个后果。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了，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从一人入世界，神就按照这一个人来定罪。神在哪里定罪，你就得解决什么罪。神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定罪了，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那个地方不定罪呀，你就不用解决那个问题，对不对呀？不然你会麻烦的。所以他说轻省，轻省就轻省。为什么轻省？把根源的问题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清不清楚？亚当的根源，亚当这个犯了罪的，我在亚当里都在他的权势下，全世界的人都在他的权势下，都跟着一同吃分别三束。神就给你立正义约，你只要来靠着耶稣基督解决亚当这个罪，剩下的问题不用你解决了，就了了，就没了。神说我就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这个问题没解决。老亚当的根源跟上帝立约这问题没解决，
那么你个人的行为，上帝没给你个人行为立约，你去解决你个人行为的问题。你解决到耶稣基督来，你还是罪人。你进不进天国的？想进天国吗？想。啊？想。想成为神的儿子吗？想。那只有这条路，那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脱离亚当进到基督里，就可以进去。是不是啊？脱离旧约进到新约里头就可以进去，脱离律法进到恩典中间就可以进去，就唯独有一条路啊。但整个众教会都把这件事情给忽略了，是不是忽略了？你看教会注重什么？注重个人我犯什么罪了，没注重亚当这个罪。但上帝定罪，罪就是因这一人而入了世界，死又是因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也都在他的权下呀，在不在？那我必须脱离他的权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好，再往下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是预表基督。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是耶稣的形象，是不是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啊。亚当一个过犯，难道耶稣一次一行能不能抵了亚当这个过犯？能不能抵？能吗？抵不上啊。亚当的过犯大还是耶稣的恩赐大？能不能抵上？神借着耶稣这一个人这一次一行，能不能把亚当的过犯给消灭了？哪个大？是耶稣这个恩赐大，是亚当的过犯大？过犯不如恩赐。现在叫你藐视过犯，叫你高举恩赐，你干不干？但众教会高举的是过犯，不是高举的恩赐，是不是？过犯不如什么？现在你听主的话吗？什么叫不如？谁说的？王元浩说的，是主说的。主说过犯不如恩赐，那就告诉你是高举恩赐，是高举过犯。恩赐，恩赐大是过犯大。恩赐大，不如恩赐表明什么？恩赐比过犯大，过犯比恩赐。有的人连不如都不明白啊，过犯不如恩赐，这里边藐视过犯，而高举的是恩赐，不是高举的是过犯。现在教会正好颠倒了，它一端，要不高举过犯是一端，它整个一端，把别人定成一端，他自己是正端。你正端你倒来呀，你来把你那正端拿着，把我的一端给推翻呐。对呀、啊，你驳倒啊，我能拿着圣经，你找不着圣经。你算你是正官吗？这本是过犯不如恩赐。亚当一次过犯就把众人都带到罪恶里头，那耶稣一次一行能不能把人带到义里呢？能的。过犯不如恩赐，这里边叫你否定过犯，藐视过犯，高举的是主的恩赐。你忽略救恩不能逃罪，你忽略过犯就能进天国。听没听懂？叫你忽略什么？忽略过犯。叫你高举什么？高举恩赐。看不看清楚？过犯不如恩赐啊！这里边说什么？说恩赐大，过犯小，过犯不如恩赐。你现在能不能这么看？把过犯看成贬低过犯而高举恩赐，好不好？他说不如，比不上。不如就是比不上，过犯比不上恩赐大。再往下看，若因一人的过犯，十五节下半部，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若因亚当一人过犯，众人就跟着他一同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恩赐有多少？好，加倍的是什么意思啊？啊，
加倍加几倍？无数倍。这就说加倍的领导多少人？加倍的，几倍？无数倍。好，咱们就算你一倍啊，就算二倍啊。你比如说一个过半，几个恩赐？假如两个恩赐，哪个大？把过半，把恩赐减去过半，两个恩赐减去一个过半，哪个大？剩下的是恩赐是过半。那你算一算，会识字的，假如他就一倍啊，他是一个，他是两个，两个恩赐一个过半，他加倍的，他就肯定就是两个的。那么要两个，两个减去一等于一个过半是一个恩赐。剩下的是什么？叫你高举什么？显明的是恩赐，显明过半。显明恩赐。现在教会中间显明什么？普世教会中间高举的是什么？过半。这是过半啊。这是什么？恩赐。对呀，百倍呀，是千倍呀。上帝把这恩赐给你了，够不够？够。红恩呢？你等会儿咱们看，这里是红恩，恩赐是红，红是洪水的红，像洪水一样的淋到你了，多不多？但多没被人看中，就像亚当在伊甸园，上帝给他恩典多不多？他没看着，忽略恩典，最后从恩典追没追着啊？追着。今天人又走这条路了。又走忽略恩赐、高举过半的这条路，整个普世教会都在这里。往下看，下面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要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又提到不如恩赐了。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呀，我们定罪是因我犯罪，是因一人犯罪，是因亚当犯罪，是因我犯罪。因亚当一人犯罪就定罪呀，神定罪是因亚当一人犯罪，你今天给自己定罪是因你过犯定罪，你说你遵行神的旨意是不遵行神旨意？没遵行神旨意。神要在哪定罪，你就得在哪解决，对不对？对不对呀？对。神告诉你在哪个地方我要定罪，你就得解决哪个地方，是不是啊？神在这地方定罪，你在哪地方解决，行不行？啊，今天像学生考试一样，老师今天的主考官要在哪出题，告诉你我要在哪个地方出题啊，你就得在哪个地方堵啊。你在他没出题那地方堵，你堵完了，出题那地方还没堵住，最后你考个零蛋，活不活该？啊，活不活该？那聪明的学生，你看着主考官，他要具体在哪个地方出题，我今天就疏堵哪个地方，是不是啊？那个地方没出题，你跑那个地方去，在那好好学习啊！咱们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考试书不考那个地方，你使劲。公啊公，学孔子，学三字经、百家姓、弟子经，你把它背得滚瓜烂熟的，其他的科目你都是零蛋儿。你说你玩不玩了？没考上大学活不活该？啊，你堵那地方堵的不对，他在哪出题你就得在哪，你在那个地方他要出题那地方答对了就给你满分，好不好？神在哪定罪？往下看，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呀。第七点，过犯不足恩赐。第八点是。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为什么世人都犯罪？因一人，因谁？因我犯罪是因一人。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那你应不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不解决？因一人犯罪定罪，我就得把一人，这一人就是亚当所的，非是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我就必须因着亚当这一人犯罪这个问题，我就得解决了。把他解决都赢了，你就胜过罪恶。他的问题没解决，你跑哪去了？跑我个人，我今天做什么坏事了？我今天干什么了？我明天干什么？都在我里头。你解决吧，到耶稣来了，你也进不去天国，因为你解决的问题，上帝要定罪是按照亚当定罪，这个罪你没解决，将来你被定罪。听没听清楚？听不清。方舟在那摆着七天，在那口敞着，你没进去。你说咱们得今天得行为得好一点，咱们就别进方舟，咱们就行为好一点就行了。等大洪水来了，那洪水能不能不往你肚子里灌？因为你做好事，不往你肚里灌，行不行？那电竹竿就在那儿了。雷锋说：“我做点好事。”那电竹竿说：“我不砸你啊，你我不砸你，砸不砸？”砸。那是突然吗？啊，那电竹竿的他是死的，雷锋是活的。那电竹竿能砸到他，证明这是出于神呐，是不是？雷锋23岁就死了，就是咱们辽宁的人，抚顺的人，是不是？23岁就死了，怎么死的？咋死的？那电竹竿怎么死的？怎么那天怎么就倒了，往他脑袋上砸的？怎么不往别的地方砸呢？有的人不知道，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往他脑袋上？就是人活在我里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落在上帝咒诅中间，是吧？行义过分不到七而，就是自取败亡；行恶过分不到七而死。在亚当的善恶里头活着，行不行？今天教会中间，在亚当分别善恶，吃完分别善恶树果，我就知道什么叫善与什么恶，在这里活着行不行啊？这亚当的善恶。是上帝不要的，你可能在亚当里，我认为这个是善，那是你那里的善，但这善不是善，这善和这恶都是上帝所憎恶的，行义过分要自取败亡，作恶过分也不到期而死，这两个都是不可取的。敬畏神的人必从亚当吃完分别善恶树果的善恶中间出来，耶稣是不知道善恶的，所以耶稣能做全人类的救主，你知道善恶，所以你要死。人死在吃上，亚当是不吃善恶，没吃分别善恶树果，不知道善恶的时候死的，还是吃的吃完了死的？吃完他就知道什么叫善恶，所以在善恶里活着一定死的。你在善恶里活，证明你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好，下面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呀，你解不解决这个问题？一人犯罪就定罪这个问题。好，再往下看，也不如恩赐，又提到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审判将来上帝审判人是由谁定罪的？就在这，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那既然从一人而定罪的，就是亚当这一个人，我必须得解决。将来上帝就要按照这个审判。审判，审判的是由多少兵？几个人？怎么定罪？上帝怎么定罪，我就得渡过，我就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审判一个一人定罪的，我跑我里头去，我要做点好事，他不因着你，他就一人而定罪的。就是亚当这一个人，上帝说，既然罪是因一人，那么审判将来上帝审判就由一人定罪。处没处理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处没处理这个问题？亚当这个罪处没处理了？将来上帝就按照这一个人来定罪，你只要在亚当里定罪了，在基督里不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如今在亚当里就被定罪。你为了站错了，你做多少好事你都被定罪。
你位置站对了，像私家强盗，你进不远。就看你站的地方是哪。好，再往下看啊。什么叫恩赐呢？审判既然是由一人定罪，那下面又提到恩赐的问题。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什么？恩赐，什么叫恩赐？恩赐乃是有多少过犯？许多过犯而什么？成不成义？怎么成义的？这个话的问题，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什么？有没有过犯怎么成义呢？就我这句话能不能明白？什么叫恩赐呢？谁能回答一下什么叫恩赐？我有许多过犯，上帝称我为义，不定我罪了，这叫恩赐。你这就证明你在基督里，不在亚当里。听没听懂？假如我没有过犯，不用称我为义，我本身就是义的，还用称义？我什么样叫真正接受恩赐了？恩赐就如同洪恩一样浩大一样临到我。什么叫恩赐？如果我没有过犯了，叫不叫恩赐啊？我没有过犯就不需要上帝施恩给我了，因为我无过犯，我就是义人了，还需要上帝施恩给我吗？什么叫恩赐？恩赐当你有许多过犯的时候，上帝不定罪反称你为义了，这叫恩赐。因为原先上帝是由义人定罪，不是由我的过犯定罪的。我就算有许多的过犯也不能定罪，这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的什么约。你能不能守住这约？我无过犯的时候我才不诚意吗？不需要诚意，你无过犯不需要诚意了。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们有没有过犯？有。被不被定罪了？不定罪。反而怎么的？怎么地了？这才叫真正的恩典，是不是？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不做工的得的工价才算恩典呢，是不是？我没行义，十架强盗哪行义了？耶稣就直接宣告他：今天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啊！这叫恩赐。他干多少坏事啊？啊，十架强盗抢了霸里无恶不作的，最后的结果上哪了？上乐园。怎么上的？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他有没有过犯？诚意了，就把法利赛人气眼睛都气蓝了。法利赛人啊，这不作恶已成善了吗？这就法利赛人说的话，明明施加强作恶了，怎么还成善了，能进天国了？我们这些天天行善天天守律法的人到进不去了。这就是耶稣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他们先进神的国。税吏娼妓正迎合了恩典时代，因信不诚意，不因行律法诚意，因信诚意，对不对？谁在问你什么叫恩赐啊？谁能回答？我是个过犯，是个嘴。有许多过犯，为什么不？你得说明白，为什么有许多过犯也不被定罪？因为上帝是按照一人一次过犯而定罪，不是按照我许多过犯定罪的。神立约的时候就这么立的，不按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待遇，不纪念你的罪钱和你的过犯。我是纪念亚当的罪钱，不纪念你的罪钱的。听没听懂？你怎么成义的？有许多过犯成义。神不纪念你的过犯，为什么不纪念？你的过犯没跟上帝立约。亚当那一次在伊甸园里跟上帝立了约了，那次过犯违约，那次过犯和你有关系，你必须解决这个过犯，不是解决你的过犯。听没听明白？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了，这约就这么立着。假如上帝有一天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了，谁违约了？是你。
身为一员。身为一员。神能不能违约？我能违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就是这么立的约，看谁能守。谁要守住了就不定罪，谁要没守住就按照自己的过犯定别人罪，上帝就定你的罪。这就是圣经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定人的罪，上帝就定你们的罪；你们若不定人的罪，天父就不定你们的罪。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神刮着你个人的罪钱和过犯待你了。他在约上就这么说的，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钱和他们的过犯了，是不是？当你用罪钱和过犯待别的时候，上帝就定你的罪。当你用律法的规条去衡量别人，去衡量别人有罪的时候，上帝就定你的罪。你论断别人的时候，用律法这个规条就标准去论断别人，上帝就定你的罪。证明你在哪一下？你在律法一下，不在律法一下。听没听懂？什么样的被定罪？是被论断的人被定罪，还是论断人被定罪？啊，挪亚赤身露体喝完酒了，赤身露体的被韩看见，上帝是定韩，挪亚罪是定韩罪。古时人，那个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子，最后被米利暗出来的，米利暗伙同亚伦攻击他，上帝是攻击米利暗，是攻击摩西。你听明白了吗？啊，约伯一点过犯没有，行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挨揍啊。还是亚伯拉罕有许多过犯挨揍，啊，亚伯拉罕有没有过犯？有。挨没挨揍？没。挨没挨说过？没。你给我找圣经，你看亚伯拉罕，上帝说没说过他？责没责怪过他？没。约伯为什么挨揍了？为什么受管教了？是行为不好受管教，是行为太好了？行为好了。行为太好，跑哪里都是行为，跑人里都是行为。你听明白了吗？智慧人总以智慧为师。听没听明白？圣经里旧约有例子，新约也有例子。法利赛人是反面的例子，保罗是正面的例子，是不是啊？旧约里头的约伯是挨揍的例子，亚伯拉是受祝福蒙祝福的例子。你要效法亚伯拉罕，是要效法约伯。今天教会效法约伯的多，是效法亚伯拉罕的多。靠行为称义的人多，是靠信心称义的人。恩赐乃是有许多部分而什么？这里面世人都犯了罪的，审判是由一人定罪，因此上帝今天。既然是由一人，他说好了就由一人定罪，就看谁在这里还在自己的过犯中间。他这么定的，你就得这么遵守。他是由一人定罪，那有许多过犯，我也相信神刮着我的过犯待我，这人真诚义了。阿妹，这就算为他的义。你看，就这么说的。你看，十六节。说审判，说原来审判是由一人的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什么？而诚义。成不诚义？诚义了。有许多过犯还能诚义？下面说，若因一人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死因着什么时候做王？死是因着我做王，是因一人而做王，因亚当一人做王。死是因一人。做王的，那我今天我解决一人的问题，从亚当死，就因为亚当这一人做王了，我不把亚当这一人解决了，那死的问题我就解决不了，对不对？好，再往下看，说何况那些受洪恩，这提到洪人，洪是洪水的洪，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这义是我赚的，是我做点好事赚的，还是赐的？赐的。给的还是我换的？给的。好，再往下看，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死是因，罪死是因，一人做王，那么义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做王的，岂不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做没做王？因谁做王的？如此说来，因一次过犯，众人被定罪。一次过犯，众人被定罪。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往下看啊，因一次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一次一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第三，因一次一行，不是你多次，不是你行义，是耶稣行义。你信不信耶稣这一次一行，就不但使我能称义，而且能得生命了？因一次一行，一次一行啊，也使众人怎么样呢？因一次一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众人也被称得生命，众人被称义得生命。我不单称义了，我说他一行，我称义得生命。你别相信我做点好事我称义，你要做点好事成义，耶稣不用死了。我怎么成义得生命？是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用代替的方法。他为什么不纪念你的罪愆和你的过犯？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边，你相信耶稣已经以义的代替我这不义的，我今天就成义得生命了，是不是啊？成没成义？因谁的义行？因我的义行，是因我行义，是因耶稣一次义行。听没听清楚啊？好，再往下看，第十九节，因一人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我成为罪人是因为我悖逆，是因一人悖逆的，是亚当一人悖逆，照样因一人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今天成没成义？成义了。成没成？成了。人我们光称义了没成义，我们光是别人称我为人，我不是人呢，对吗？也一人，这里面就讲到一人，就在一人里见到。第十九，也一人悖逆，众人常为罪人，照样也一人顺从，就是耶稣基督一人顺从，众人也成了义了，成没成义？成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是罪做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什么？永生。对不对呀？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根本不是来要定你罪的，有的人根本没明白呀。听没听清楚？罪怎么来的？世人都犯了罪了，这罪怎么来的？就从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一条律法就把我带到罪里了。耶稣基督来了，又把我领到义里了。听没听清楚啊？一同闭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基督的真道上建立。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属于你自己的儿女，使我们今天能够明白救恩的奥秘。因为亚当一人把罪引到世界，耶稣一人又在十字架上为罪而死，耶稣的死解决了罪的问题。亚当把罪引到世界，耶稣把罪从世界中间除去。亚当把众人领到罪恶里头，耶稣把众人领到义里头。就因一人而称义的，也是因一人而定罪的。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就被定罪了，靠着自己的血肉膀臂想要行义的人一定是被定罪的人，靠着耶稣一次一行而我今天就脱离罪的人就一定是被称义的人。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我们明白你的救恩。阿门。我相信你必须在这几天使众弟兄姊妹的心窍可以开启，真的明白你救恩的奥秘。阿门。应允我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的天上阿爸父神。阿门。愿一切的恩惠平安赐给你所喜悦的人。阿门。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